字，两个字啊，陈先生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跟天气倾向有关，天气有关，对不对？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最近有下雨啊，可是没有怎样，就会打雷，没有不会打雷，对，叫陈雷哈。那陈雷的这首歌哈，那大家应该有听过了，叫做《花艺给贺》哈。那这首歌其实蛮特别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那种很乐观的人生态度。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逆境困境啊哈，就是心里面只要。